现在国家队的上限是他妈的吴磊、张琳芃。那当年我们的上限，范志毅、高峰，我这些人，这是国家队的上限。吴磊的水平现在就在细 B 还往下，就在三级联赛还往下啊！他三级联赛都踢不了，这个就是中国足球现在最真实的水平，就是吴磊、张琳芃、徐根宝这帮孙子练出来的球员，现在他们就是跟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一个水平线，谁输谁赢不好说。越南基本上五五开，甚至你还5.5对人家4.5了，你不行了，已经属于这种。因为我知道徐根宝是怎么练的球员，在这种环境里面出来的人是什么样。现在他们的水平、他们的能力、他们所有的身体心理状态是个什么情况？因为我曾经跟他们一直在一起，我在国家队，你别忘了16年，